ファインジャパン メタシュシュゆうくんシュジャーターベチファー台米台米デリシーシェンノンジェイオッケ一个礼拜我们的影片的话离开台北然后去很多台湾的城市去哪里去哪里今天第一个城市就是高雄不是低雄哦无聊学者特别计划的第一个郡太无聊了高的高的高的雄你们已经 set 好了这个郡超级无聊别想别想我们刚刚列出好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到台北车站那出发吧我第一次来高雄第一次吗第一次真的我的里面的最难下走的是上次的新竹而已那个走路对走路的时候新竹而已连高铁是应该我第一次搭吧哇好高兴哦观光客又来了耶怎么了很怀念哦我没有回忆哦那个是三年前深圳游戏的时候的我的回忆跟秀秀一起来的对哦不过不是不好意思麻烦你 OKOK 明日のご飯谢谢谢谢你看七条公寓然后那些货好像不够钱但是放住我住这边我在 YouTube 看过耶观众可以跟我一起拍照啊骗富耶但是我也有点高兴所以这次的话这个算是报恩嘛那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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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有可能已经打扫了你好漂亮耶我已经忘记鞋在哪里好像没有对都是很干净的哇有耶2017年那刚好三年哎对其他都没有人很害羞哎不过有啊很开心哎只有我他们没有打扫三年多在这里谢谢よかった嬉しい到了六合观光宴席然后我们在这里举办健身竞技2000元计划因为这里也是观光宴席最近的话应该没有观光客所以我们在这里会很多钱钱的钱两千两千两千来过来过我也好想来过那我而已没有来过你好像比如一般的台湾人还要台湾人感觉小宝贝安鸟喂走嘛走吧走吃饭动他们门那个大胃王是真的吗真的那你很多次都吃大胃王是真的吗全部都有吃都有吃哦好了啦吓死人了真的还假的啦那么多都吃得完没有其他的完全没有相信我们真的真的吃完那个牛排很多嘞五公斤的吗哦昨天的一天这里卖什么卖豆花那个卡比欧卡真奶哎真奶对还是你要喝啤酒有啤酒豆花五公斤的豆花那豆花嘛豆花跟那啤酒啤酒来了耶有观光的感觉呢啊这个是耶那我们的试驾开始干杯うまえ、那 YouTuber 呢他会变大胃王他喜欢讲罗妹耶哇呀！我见到粉丝了，我是你们的粉丝。真的吗？我有点害羞。好爽的朋友，嗨！你好，我是新竹来的。哦，新竹来的，不一样耶，从新竹来的。我不是从新竹来，我是去新竹的。你好，看到他了，好开心，三元粉丝。哦，你们今天在挑战2000元六合夜市啊？对啊。日本人的今日は超デモ楽しい为什么日本那么标准你有学过我没有学过啦一起吃豆花你喜欢吗哇好吃的吗好了那么好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OK。不好意思呢，可以给三元。为三元吗？对。哎呦，这么好的机会，都是上班嘛。很吃。羡慕。好甜哦，老板。很甜耶。对你。我等一下要去环岛，跟朋友一起，所以我带了安全帽。对，刚好我在高雄啊。对，我刚刚才到高雄，从新竹下来。怎样，高雄？开心。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你，超喜欢花生的，いただきます，好幸福哦，哎呀，嗯，好吃，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继续走，然后我刚刚的老板娘推荐的海山粥，福州的时候吃粥，这个好棒，我打算一碗粥过，那我没有给你。好，满满的海鲜，超级香的。那いただきます。哦，这个真的很好吃。いただきます。哇，海鲜当然好吃，但是这个吧，这个中道味道。难怪是五十年的老店。美味しい。嗯，推推，真的很推，超好吃。啊，我有看过盐酥鸡，可是我没有看过酥盐虾。会不会把手机掏出来？因为现在找不到手机。其实秀比一定好吃吧？楼上去到里面。谢谢。吃吧，吃吧。More， 这个也超级好吃。也没有难吃的东西吗？那怎样？这个真的没吃过的货。哇，外皮的话跟胡椒皮一样，对对，像水里面是这样的。哇，有马铃薯的味道，但是还有地瓜的比较甜味，会很神秘的货吧？有起司的浓味吗？有，好吃。你的这个虾子是怎样？它的外皮啊，超级脆，很像那个洋芋片的感觉。可是里面的它的肉啊，都是有不利不利的那个弹性的感觉啊。还有这个是有很多胡椒，可是不是很辣的胡椒，就是有刚好咸味的胡椒。嗯，里面的两个超级厚啊。为什么？高雄的错吗？对啊，应该太阳的错吧。高雄的错。你没有干，好像有分院的，要分享一下。你们是高雄的当地的人吗？是，对。给你。为什么？你们是开什么计划吗？我的爱心。可是你肚子不饿吗？因为我想跟你分享，这样才好吃吧。新的撩妹的方法耶。我帮你撩一下。是要交换的意思吗？冷静，冷静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要。哎呦，好好吃哦。哦。最后一个。嗨，嗨，你好。这个是你吗？啊，对呀。哇，非常耶，很可爱的。本人比较漂亮。没有没有没有，老了。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最新券。最新券。对，你去住饭店，饭店的服务人员就会给你。另外现在有种三倍券，是我们台湾政府发的。啊，其实这个店也有被影响吗？有啊，有啊，多多少少会影响啊。啊，会影响吗？很大很大。生意的话，一磅。差不多。啊，差不多一磅。我们多卖一点。我买多少？100、200。200。200。你看呢？提起他观光客买大份的。这个吃的方法有点难吧？妈妈好吃，谢谢。妈妈，うまいえ。在日照游的话，上卖的东西。买再一杯啤酒吗？也很好耶。好吃啊，五爸爸给你。谢谢。五爸爸。谢谢，拜拜。爸爸，高兴吗？高兴。不好意思，无聊。最后一个。谢谢吴妈妈，妈妈谢谢。我会看阿里山吗？比较不会看
我不是阿丽莎三元，我喜欢艾丽莎啊。你喜欢那三元嘞？好啦，我今天开始喜欢三元啊。好好好，这样就好，干杯，阿丽莎三。三元三，哎，马英九，哎，柯文哲，台北市长，柯P，柯P，可以吗？可以。我没有那么的味道，那我也跟建吉家一样的签名。不一样的经历，因为我会未来的高雄市长。哇，嗯，谢谢你。我不行，一定啊，不是，偏见，谢谢，谢谢，真的谢谢。我从今天开始会注意你。谢谢马朵，谢谢你，谢谢，请我。对，那么好。对，记得哦，对的，我要福建了。不用，我请你，不是付啊。我付可以付钱吗？好，那我给你打折10块就好。哎呀，谢谢。我也谢谢你啊。没有，这好吃，不好吃不用钱的。谢谢。牛肝牛奶。OK， 干杯。谢谢。哦，很香啊。这个。超级好喝，你真的喝？我真的喝吗？会吓到，对，哇，超级浓厚，真的没有骗你，哎，夸张，没有，不好的部分出来的，好喝哎，太好喝了吧？看家长，可是真的很好喝，对呢，搞不好真的很喜欢的果汁哎，芒果牛奶推荐，牛轧牛奶也推荐，谢谢。是什么？这个是。椰树鸡，是哦，谢谢。哎呀，妹妹，好，那六合夜市的话，已经到了门口嘛，所以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夜市。说到高雄的话，那个夜市，那我们走吧。瑞丰夜市，你说这个夜市是当地人来的夜市？原来六合夜市有点不一样，那一定很热闹啊。星期六的晚上人超多耶，但是一定要知道当地的高雄的夜市的料理。原来，吃吧。啊，走路也很辛苦。对，很累。还有三天，突然开始拍照呢。来，要走。哪一个国味的？我要这个。那我草莓。我想要蓝色宝宝。来，再来给吗？哇，这个超级浓厚，哇，苏打的味道。哇，うま，很亮亮的。我快吃完这个冰淇淋。嗯。变态先生。嗨。好特别哦，看起来很特别。这个什么店呢？我们是炒香肠米肠，台湾的香肠米肠店。为什么？这已经这么亮亮的，因为就是要给你们来进来拍照用。啊，原来如此。没有，我们是不是很贴心？要买吧。最推荐的是哪一个？我们现在有三种口味，有意大利肉酱面、韩式辣炒年糕，然后还有台式的口味，正宗台味。台式的，台式的吗？好。但其实我想推荐你们意大利食，那意大利的，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我都跟我们的顾客人介绍说，我们都吃过台湾的香肠米肠，也吃过那个意大利肉酱面，但是他们两个合在一起，你想不到他们的味道，所以一定要让你们试试看，很期待耶，到了全世界现在的味道，你是什么？徐院长 ，Keep calm, eat my sausage。Come on, Emmy！我会去你那边，不是啦，好好看一下，一张会让你湿的纸巾，让你湿的，不是特色的，然后是这个故意的不？故意的，故意的。那你要吃我的香肠，走啊！你的小香肠拿来啊！谁的香肠是小的？我的香肠是大。谁说大？很多人看我。你好厉害啊！哇，还有满满的鸡丝。いただきます。台意流好，真的有那个方便的意大利面那样的味道，跟台湾的那个香肠，这些意大利专门用的那个香菜的味道很香，还有这个包装啊，很可爱啊，这样啊，很时尚。
所以这样的话应该在夜市也很开心的可以走路，然后不知的时候可以关起来啊，用手做的店。对对对，那是这个100块，而且要花大概900块左右，还蛮多的。好，干杯，干杯，又喝饮料，然后我又喝啤酒。我都会喝啤酒吗？羡慕哎。哇，很美，太好喝了，我超爱喝耶。如果在酒吧有的话，每次都点这个，真的在夜市超搭配的。他是盼盼，我们是鱼，你是什么？鱼块，鱼块，鱼块，那个泰式沙拉，还有海沙沙拉，然后还有泰台椒盐跟胡椒椒盐，还有原味，原味就是没有沾任何的酱，比较原味吧。好，原味，听起来最开心。来这里，谢谢。愉快，好棒哎！现场炸，哇，里面牛奶牛的，满满的香味。哦，很好喝，哎，再秀小心，再秀小心。这里是什么店？这里是卖墨西哥烤好的70块还杯，日文很标准。那我想要你的推荐。外皮很脆脆，然后里面这个肉也比较嫩，然后里面超丰富的。啊，一颗一个很大呢，真的太大了。这个100块啊，100块，好划算吧？我啦，高雄的海鲜超级棒，请你们，哎呦，真的一定要试试看，很好吃，美味しい。臭豆腐耶，臭豆腐，我们的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的意思是没有做的意思。对，真的。不会骗你，真的，你这个再加在这边一起吃，加一点辣椒，很好吃，真的不错。我相信你啊，因为现在用水果发酵，太好了，那真酱，一定会做吧？那老板娘给我们的臭豆腐，大吉吗？啊，没有厚，没有厚，没有厚，不错，不错，你太穷，很厉害。好，那我要吃这个。很有口感，满满的海鲜味。最后一个，来，来你的三杯。哦，谢谢。果然是高雄，这个海鲜的东西很多。高雄，有米的有米。哦，有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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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在这里？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越来越帅了，越来越好帅。哇，可以装逼吗？多盖多盖。为什么你在高雄？我是高雄人。哈哈哈哈哈。刚好刚好，我们吃饱了。现在在梁天野计划中。啊，那就一下。可惜先报道。好久好久。对，就真的又到，突然被抓过来。但是我刚刚买臭豆腐，等下一起吃。一定有，一定有。不用客气，因为台湾人就是热情。你没有看过梁天野计划吗？那你们来高雄玩几天？刚刚来，然后明天早上去台南。啊，太累了，台南的大家也耽误我们了。超级无想。现在吃到快解决，现在100，100左右。帅哥耶！你吃的方面很帅耶！哇，再一次，想去也蛮简单的啊。我。那有名的频道也拍了，一个人挑战梁静茹。那我就邀请三月来。那你的频道拍梁静茹是吧？那到时候来帮忙。互相帮忙，辛苦了。真的很有名。应该的，应该的。台湾人都是这么热情。对他变态是。好变态哦。可以点吗？最后是一次冰沙。三爷，你看熊熊哎，很可爱，这个泡温泉的概念。哦，高雄的气氛点冰沙，人们不会搭配啊，超好吃的。最后吃这个很幸福呢，吃这个芒果完全不一样，真的耶，对吧？那个熊熊越来越融化。不要啊！没味道耶！啊，没味道。那个熊啊，大笨蛋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吃完了。
因为有很多原因，当然有很多事由，但是遇到很多粉丝真的很开心耶。今天感觉比平常还要跟大家的互动很多的，对，对，很热情嘛，好爽的朋友们，真的很谢谢大家。那六合夜市还有这个雷锋夜市，都有很多特色。然后这个雷锋夜市的话，老板们说人比较多，一天喝一破。哦，那太好了呢。六合夜市的话，稍微。好，那今天的影片结束，然后我们的这个暑假一个礼拜特别计划是还没结束。明天的话，我们要去台南。台南也有很多美食吧？吃吗？对，大家一定要期待明天以后的影片哦。好，那今天的影片结束，谢谢大家，拜拜。